你看我看起来很年轻，其实啊，我身体啊常常不舒服，尤其是脚底啊，痛起来是要人命的。我只要出门啊，能坐就坐，根本啊就懒得走路。有次啊，跟朋友聊天，讲到我的脚很常不舒服，他就介绍我穿这个碘抗菌压力短袜。这个袜子不只可以除臭抗菌，还可以保护足弓，减轻脚的压力。我马上就买来穿穿看了。穿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我脚痛的情况改善很多，我才知道原来袜子对脚也很重要。现在啊，我离不开这个碘抗菌压力短袜了。天气这么热，根本就不想出门，更何况是运动。有一次啊，做家事扭伤了脚，医生说我体重过重，脚的负担太大，所以医生啊建议我要穿碘抗菌压力短袜，不只可以避免我足弓塌陷，而且100%台湾制造的，穿起来很舒服。穿一阵子之后，走路很轻松，而且啊，它紧紧的包覆我的脚，感觉有人在支撑脚底，脚变有力了，就不容易受伤。碘抗菌压力短袜真的很厉害。我喜欢运动，跑步、爬山都难不倒我，但每次运动完回家脱鞋的时候，都会有一股臭咸鱼味，有时候脚还会很痒，实在很困扰。但女朋友帮我买了这一双 Spitz 碘抗菌压力短袜，穿一阵子之后，脚臭、脚痒都不见了，而且经过50次的水洗，不减除臭效果，脚还比以前更加干爽。这是因为它有独特蛛网足弓强化，能够有效保护足弓和脚裸，提高灵活度与稳定性。运动穿时让我更加轻松，更有保护力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肯定要和亲朋好友分享啊！每天上班久站久坐，不但会觉得脚酸，也常常会觉得腰酸背痛。后来我同事推荐我穿 Speedes 碘抗菌压力短袜，它通过国家的 SGS 还有 TTRI 认证，使用天然环保材质，不含化学成分，品质好，安全有保障，而且穿起来很舒服，完全不会咬脚。穿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不止脚酸的近况改善很多，也不那么腰酸背痛喽。Speedes 碘抗菌压力短袜，让我不能没有它。